身边的那片田野啊，手边的枣花儿香，高粱烧来红满天，娇儿我送你去远。谢谢大家，一首《九儿》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家们，把关注走一走哦。没有点关注家们，关注走一走。没有加团的家们，我们加团好不好？咱们今天下午的时间段是跳现代舞居多，然后晚上是古典舞居多，那么我们没有点关注的家们，点点关注。每天晚上和下午的就是风格都不一样哦，下午和晚上风格都不一样。那喜欢西西的话，咱们一定要点个关注，别迷路了。谢谢你们。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舞蹈继续。咱们觉得可以好看的家们，我们小心心走一下好不好？谢谢粉哥，感谢粉哥。接下来的舞蹈，哎，马上哈，家们等我一下。接下来的舞蹈叫做暗香，希望你们喜欢。一首暗香送给大家，感谢粉哥，谢谢九张哥，谢谢家们，人气票走一走。暗香送给你们。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残留。会再会见。
残留。一定要给西西点个关注哦。我们下午时间段是现代舞居多，然后晚上时段是古典舞居多，然后每天都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舞蹈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多多支持多多关注，那么给我们榜上的哥哥姐姐们点点关注好吗？谢谢你们。你们有什么想看的舞蹈我们公屏打一波好不好？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咱们公屏打一波，还是说我自己来选了吗？我自己来选了，还是你们要没有什么想看的？有吗？公屏走一走啊，家人们，不要怕那个啥。那咱们跳个大鱼吧，怎么样？大鱼还是山海入梦来？大鱼还是山海入梦来？你们想看哪一个？此生不换，长得像新疆那个女明星。我长得像新疆哪个女明星？大鱼好不好？那我们就大鱼，让我们年年有余好不好？谢谢。那我们一首大鱼送给所有的大哥们还有我们的家人们，祝大家虎年年年有余。
好了，那我们开始。此生不换，咱们小哥哥可以加个团哦，可以加一毛钱加个团哦，好不好？我们加个团，我等会儿如果说大家都想看那个此生不换的话，咱们可以跳此生不换，好不好？我们的招牌舞蹈大鱼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Thank you.
谢谢，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感谢峰哥，谢谢峰哥，谢谢九张哥，谢谢八五三六哥，谢谢八八八哥，谢谢夏天哥，谢谢范哥，谢谢我的好大哥们。谢谢你们，好看吗？你们觉得大鱼好看吗？大鱼好看吗？我头发有点散了。你们还满意吗？这个大鱼还满意吗？太美了，这不愧是我的招牌大鱼是吧？是我的招牌吗？谢谢谢谢谢，哎，这是哪个小哥哥又送了什么？我刚没有看到。谢谢谢谢谢谢热气球。哎，我糟了，我没有看到，没看到。谢谢波哥，感谢波哥的热气球，谢谢。太美了，那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鱼，它就跳出来，就是鱼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我是一只美人鱼吗？我是一只美人鱼吗？那么继续看舞蹈好不好？还想看舞蹈吗？咱们还想看舞蹈吗？峰哥、九张哥、八五三六哥，你们有什么想看的？还有家人们有什么想看的？你们可以在公屏上面打一下好不好？啥鱼？一条咸鱼，就是咸咸的鱼，就是一条咸咸的鱼，跟露露声一样。这哪个露露声啊？此生不换哦，此生不换吗？想看此生不换的家人们，我们扣波一。此生不换，我可以即兴跳舞啊，但是此生不换我不知道我没有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即兴跳此生不换。此生不换是那个哪里面的歌曲吗？好看，想看此生不换的家人们我们扣波一来，想看此生不换的家人们我们扣波一来。最近比较火咸鱼翻身，另一面更咸，那我就比较咸，你们怕不怕咸？好，那我们准备国风天花板。不，搞错了，我是水泥板，家人们，我是水泥板，一定要来，所有家人们告诉我们新来的家人们，我是什么板？我是舞蹈水泥板，我不是天花板，我是水泥板，一定要记住，我是抖音的水泥板。那么一首此生不换送给你们，即兴跳一下，即兴哈，我们即兴跳一下这支舞蹈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美人鱼，咸鱼咸鱼咸鱼，此生不换来咯，来此生不换的家人们。沉浮中以为情深缘浅，越着爱时代相传，变迁不是遥远，再有一万年，深情也不变，爱像烈火般蔓延。几十条长线盘旋在天边，沉浮中以为情深缘浅，你再度出现，我看见誓言，
承诺在水天之间，回头看好有缘呐、啊，你们好有缘呐、啊！哎，我们八八八有个，有个九九九个，我们有没有十十个？祝主播一路长虹，谢谢！我们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好不好？这首这个是即兴的舞蹈，希望你们就是跳的不好的话，你们也不要那个啥，希望你们喜欢。你们觉得还可以吗？满意不？你们满意吗？你们觉得这首歌还满意不？刚刚是你们都想看的这首歌，你们还满意吗？满意的家们扣波六，不满意的家人们扣一波三。我看是六多还是三多？满意家人们扣波六，不满意家人们扣波三。哎呀，那我还跳。
我跳的还是算，那我跳的还是算就是可以的哈。哎呀，第一次跳这个还是可以。来，棒棒糖国语歌。来，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家人们再自我介绍一下。主播是一名成都的舞蹈主播，在直播间会跳不同的舞种，就是因为是一个百变的舞蹈主播，就是可能不是一个风格，因为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百变的我。就是很多人说你要固定一个风格，但是我觉得固定一个风格你们会看腻，我觉得要让你们看到我的多面性，对不对？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固定一风格好还是看到多面性的我好？你们喜欢百变的我吗？跳个舞要跳，咱们一起把赞点到200,000好不好？哎，现在多少赞了？现在已经200,000赞了，咱们点到300,000赞可以吗？家人们，我们点到300,000赞可以吗？我们可以点到300,000赞吗？对头，还有更多好看的舞蹈呢，不要着急啊。我们下午场是现代舞，我们晚上场是古典舞，大家就是想看的咱们都可以点个关注，不迷路，都可以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精彩继续，我给大家选择一下好不好，我给大家选择一下你们想看的舞蹈。一个是我想一下给你们选，你们想要动感一点的还是想走心一点的舞蹈？就是想安静一点走心的舞蹈，还是想说要动感一点的，就是感觉就是节奏感强的，你们想看哪种的？节奏感强一点的现代舞，还是想看柔一点的？你们想看哪样的？快，公屏走起来，走心的。那你主要选修的是什么舞蹈呢？我什么都在跳，我在直播间没有最主要跳什么，全部都在跳，就是都跳的一样的，就是现代舞、爵士舞、韩舞、古典舞都在跳，但是现在我跳最多的是现代舞和古典舞。你跳的多好看，九九九哥，你快上来坐一坐，我都没看到你了，你藏在后面。好，那我们动感的是吧？那这样子，动感的是易燃易爆炸，然后温柔的是亲爱的路人，你们想看哪一个？动感的是易燃易爆炸，然后温柔的是亲爱的路人，给你们听一下，亲爱的路人是这首歌，这个是刘若英亲爱的路人，然后动感的就是易燃易爆炸，你们想看哪个？易燃易爆炸。那个888哥、夏天哥，你们有没有什么选择？888哥、夏天哥，你们就是易燃易爆炸和亲爱的路人，你们想看哪个？你们可以说一下。来爆炸吧，那就爆炸吧。爆炸了，这确定爆炸了？谢谢999哥。就是嘛，999哥，你快上来坐一坐嘛，挨我近一点嘛，你离我老远了，你要坐近一点。谢谢999哥，你坐近一点看我才看得比较清楚，你知道吧？坐挨我近一点，你看得比较清楚，就看到我脸上的毛孔都看得到。你离我那么远，看不到毛孔了，坐错位置了。坐这里非常好。那家人们，我们送一首《易燃易爆炸》送给哥哥姐姐们，谢谢你们，希望大家喜欢。来，我们的《易燃易爆炸》来喽。这天光，喜我哭笑傻闹，还喜我心如枯木，自我梦境，还赐我一把火烧金，与我沉睡，还与我挥手慈悲，爱我纯粹，轻狂，还似我缺氧拐杖，有我摧毁，还有我也不能。祝我百岁。
却徒留孤影回首。唢呐一响，是的呀，我这首歌这个灯又倒了，每次都倒，昨天晚上也倒了，我跳得太入神了，这样喜欢吗？这个舞蹈怎么样？这个舞蹈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这个舞蹈有没有感觉？家人们，有没有一丝丝的感觉？有吗？有吗？有没有？有的家人们打个油，太美了，
但是我给你们说哈，就是给你们科普一下这种这个就是这种类型的舞蹈，给你们科普一下这种类型的舞蹈叫做等等就是这种类型的舞蹈就是它是现当代舞，你们懂了吗？以后比如说你们来我直播间说想看我跳现当代舞，这种类型的舞蹈叫现当代舞蹈，它是一种比较走心的，就是怎么说呢，现当代舞它的舞种呢可能比较小众，就是大家很多家人们可能看不懂，因为这是一首这种歌曲呢，它是相对于用肢体语言来描述这首歌的故事，然后呢它跟古典舞还有跟民族舞不一样。民族舞呢就是比如说什么藏族舞、彝族舞、什么傣族舞，这种是民族舞。古典舞就是类似于就是那种什么古典舞，就是穿的那种什么敦煌舞也属于古典舞，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我平时跳的哪一种呢，那种就是古典舞，然后这种类型的叫现代舞，大家懂了吗？懂了家人们打个懂，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懂的家人们打个懂，懂了吗？汉唐舞就是古典舞，你们懂了吗？懂了家人们打个懂子，以后你们就来我直播间，这样子我给你们科普一下，以后你们看舞蹈就会更加的就是更有深意，会懂得有些舞蹈它跳出来的感觉。受教了？没有，不是受教了。九九九哥，你真的太夸奖了。九九哥怎么那么活泼啊你？九九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要给我说，你就一直夸我。等会儿我那个就是夸的我等会儿就是都不知道，就是等会儿飞起来都下不来了，你知道吧？飞起来下不来了，等会儿。888哥，你是要看《亲爱的路人》是不是？888哥，888哥在不在？我们跳一首《亲爱的路人》。888哥在不在？888要发发，我们要发。穿的有点厚了，这个现当代舞已经不厚了。你看一下我后面，都露了老多了，还这个厚。888哥在不在呀？888哥说话没有啊？飞天999哥，飞天我们可以晚上跳，飞天晚上可以看飞天，就这会儿这个衣服不适合飞天。888哥在不在？888哥有说话吗？糟了，我就是弹幕有点多，不好意思，我有点看不清楚。888哥说话了没有啊？我们跳一首《亲爱的路人》，这是一个比较就是开心一点的歌曲，一首开心一点的歌曲，就是怎么说呢，给大家说个前言。哦，在，好的，888哥，你可以点个灯牌吗？你看这支舞蹈，如果说你满意的话，你就给我点个灯牌好不好？999哥点灯牌没有啊？888哥点灯牌了。那888哥，等会儿如果觉得这首歌好看的话，你就点个灯牌；如果觉得不好看，你就不点灯牌。我们就不说明了，就直接拿这样子说好。不好看你就不说话。你就不点灯牌，好看你就点个灯牌。好，我们放一首《亲爱的路人》，送给所有的家人们，送给你们加团了。我看到了999哥，你俩是兄弟吧？一个999，一个888。这个送给大家，《亲爱的路人》。送给大家一首《亲爱的路人》，送给你们。是永远的寄托。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在直播间相遇，那么我们就是一种缘分，送给我们的亲爱的路人，送给大家。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所以别问差什么，我们没结果，都结了果，却由他来收获。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从把磨练当成折磨，对的人就
亲爱的路人，成全我。来吧，让亲爱的路人
珍惜我。没有你们爱过，没有我。你像我请的托儿一样，一段一段泪光。你真的，我感觉你就是我，你像我请的托，是永远的寄托。就一个劲儿的说好看，一个说好看。主播身上有裙子有链接吗？有链接，我可以发给你。你私聊我，然后。家人们没有进群的进一下我们的那个粉丝群哦，就是我开播的时候会有提醒家里人。感谢八八八哥有没有说好不好看呀？八八八哥加团没有啊？就是看他加没加团就知道这首歌蛮好不好看了。九九哥，我们是一家人。八八九九，还有十十，我们还有十十。开始有一个大哥连我，家人们，昨天有一个大哥连我，叫，到了那个叫什么？哎，那个大哥叫啥来着？应该是想让我看连过去看跳舞。真的吗？谢谢八八八哥的飞机，谢谢八八八哥，叫肖老三。对，肖老三哥，哦，他拒绝邀请，你们可以过去给我说一下吗？就是我的家人们，天道哥，九十九哥，你是天道哥，不是天道哥，连我是那个肖老三哥，昨天那个肖老三哥哥，你们可以过去让他那个连我一下吗？因为他刚刚连我应该是为了来看跳舞吧，但是我在跳，我没接到，叫肖老三。天道哥没有连我，天道哥我不知道他连我，我看没看到，叫肖老三，他在连别人哦，你们过去给他说一下吧，他知道就好了，他在连别人，好的，没问题，好的，没问题。那我们歇息一下，我们等会儿又继续给大家跳舞好不好？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吗？哎，小怪兽为什么这个时候播呀？小怪兽为什么在？哎，我看那个孟恩呢，我跟孟恩合作那个如愿，孟恩在不在？我们歇息一下。哎，孟恩在连麦吗？家人们不要着急啊，我们歇一下，我们等会儿继续跳舞。孟恩也在跳舞，好像在啊。孟恩好像也是在连麦，是不是啊？你可以连他了，肖老三是不是？好，他没有啊，他拒绝邀请，他只能他连我，不能我连他，他拒绝邀请，只能他连我，不能我连他，你们要过去说一下。孔小迪是干什么的呀？人家不想连你了啊？真的吗？哦，好吧，好吧，不想连我了。胡小迪在 PK 呢，胡小迪在 PK 呢。来，我们歇息一下，我们找干事玩一把吧。
哦，干休今天好像不对，干休不对，你去不用不用，阿西成都人吗？对，我是成都人，我是成都人，四川成都人。九一九哥是哪里的？虎妹开播，虎妹是虎妹还开着吗？她在唱歌还是干嘛的？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是干嘛的啊？她今天是正常播的吗？她今天是正常播的吗？干脆在表演，对对对，哎，她拒绝我了，她拒绝我了，虎妹拒绝我了，她才开播吧？没事，那我们等一下孟恩，我们要么等孟恩，要么等那个，哎，夏小夏，哎，夏小夏好像也是个唱歌主播，哎，带我看一下演出，难怪那么美，没有没有，哪里没有，太夸奖了，九十九哥这是夸奖我，他夸奖我，不行，他被拒绝了，被拒绝了，我被拒绝了，我们被拒绝了，我看这会儿还有谁哈，我们。那个唱歌类型的咱们就可以合作，就是可以合作，就一起合作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边唱一边跳，或者是一边弹一边跳，这样子给大家看不一样的感觉。但是这会儿好像都在 PK， 这会儿好像都在 PK。 哦哦，一个一个笑我夸的我都不知道了。那我们先跳吧，我们先跳，再跳一支，然后等会儿咱们再合作，好不好？这会儿没合适的人，咱们就不连麦。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吗，家人们？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吗，家人们？还有什么想看的吗？快选一下，还是我给你们选择，是不是？是吧？就给你们选择。仙女本来就会飘下来不好哦，球代表，哦对啊，还有个球代表，但球代表在连麦呀，他在连麦呀，球代表在连麦呀。哎，我知道这个了，我知道这个女生，我看到这个女生。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哦、我今天不能露脸啊，为啥呢？因为大哥把我的肖像权买断了今天啊。他是这样的，对，他给的太多了，叫我不要露脸。那你输了你就露脸怎么样？不行不行，他会打死我的。那你能干嘛呀？我能做体罚呀，唱歌呀之类的。那这样子，你输了你就蹲在板凳上面不露脸。蹲在这里是不是？蹲在板凳上不露脸。行，可以。哎，但不蹲在这上，你那个蹲着也看不到呀。但是要我上说你蹲在那个鸭子那个地方。蹲这里啊？那我也不能动它，我也不能露脸，我就一直得站在这里，你知道吧？这个我看一下哈，这很尴尬。那你戴个面具就不就行？哎，你可以戴面具噻。戴面具。啊。把这个反着戴吗？哎，对对对，反着戴，可以吧？行，好。行，那我就我输了，我就把这个反着戴，然后站出来。好，那我输了呢？你输了。嗯。你穿的是裙子哎。啊，对，也是裤子，我下里面也是裤子。那不然你输了你就蹲在椅子上嘛。好，可以，没问题。好，可以。OK。好，那我们就这一把吧。好的。好了，闭麦了。嗯，好。我本来想说跟他那个啥的，他是唱什么来着？他也不露脸。哎，他是唱啥来着？我忘记了。哎，那叫啥来着？昨天没有连我，没有啊，他刚刚连我的，不是昨天，他刚刚连的我，不是昨天，对，不说话的那个，对对对对，他拿邓紫老师前了，全站第一，真的、啊，全站第一，真的假的？
他那个凳子全站第一，不可能吧？没有呀。来，家宝，我们遵守一下。娘在那边跳姐姐，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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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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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了不管了啊，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咱们不管了，就这样子了。只是我们出于礼貌给那个大哥说一下，因为就是人家主动连我嘛，想看跳舞，所以说就出于礼貌。如果说人家不连了，有其他的安排，没事了就没事了，就不管了。我们反正我们把我们该做的做了。你让我成长，即像风翅膀，是不是？是不是？是的，来家们，我们棒棒糖走一波，我们团结一下，咱们棒棒糖团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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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糖团结一波。是。谢谢谢谢这个星空，谢谢星空，谢谢名字，谢谢西果，谢谢小仙女，谢谢天空，谢谢乐乐，谢谢用户，谢谢顾客，谢谢大家。来，我们棒棒糖走一波啊，咱们棒棒糖走一波，加油加油。咱们等会回去给他跳舞啊，家人们，不要着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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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哦，叫西里呀、啊，那不叫西果吗？他那个是繁体字，我没有认出来，没认出来。Wave your flag, wave your flag, wave your fla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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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谢谢大家点赞。那我们继续把赞点到400,000啊，现在是30。五。谢谢，感谢，谢谢峰哥，谢谢法哥，谢谢。大家们扣一波牛逼，来扣一波牛逼。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就是这么的牛，就是这么的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家人们，还谢星空，谢名字，谢西里，谢小仙女，谢迷洞，谢飞跃，谢小黑，谢谢乐乐，谢谢大家，辛苦了。Hello， 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帽子反着戴是没有漏气孔的，会不会被封号啊？就是好危险的那种，会说我危险动作。谢谢九九九哥，谢谢九九哥烟火。那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就是露嘴巴这里，露嘴巴这里这样子？要不然我给你做蹲起吧，我给你做多一点。那你给我唱个歌吧。唱歌啊，嗯，那、哎、也行，因为我怕被封号。我今天这样子是因为那个大哥他要我就是不露脸嘛，然后没办法呀。哎，那个不要你露脸，大哥在吗？他出去了。那他不知道了。但是我不可以，我不可以那个，因为他们会去艾特他。哦，那懂了，你们还玩这种游戏、啊？我现在天天都被制裁。来吧，你唱一小段，唱吧，唱一小段。嗯，好的好的，嗯嗯，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没事没事没事，让他背冲着。我本来都下播了，我现在又被他叫我多播两个小时，我现在还要加班。哦，还有这样的。对，太难了，我累死我了。49个花子，真的假的？真的真的。我天，49个花子不让你下播，太牛了。他唱出他乡与故知，一步一句是相思，台下人金榜真题名，不曾人台上就相识，他说出东方花烛时，众人和家人陪妻子，未听一句一句
情痴。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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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哪，你们抱歉抱歉抱歉，太牛了啊，我让你不下播，我没办法，我因为他给的太多了。确实确实，那你就这样子罚站吧啊，罚一天都值，我跟你说。对，我得乖，得懂事啊。好的，那我走了啊，下次看你脸，下次看你脸啊，嗯，拜拜。好的好的，拜拜拜拜，嗯，拜拜。你说现在大哥都什么癖好啊？大哥们都这么有癖好的吗？就是刷49个华子，不露脸。哎，我们下次也遇到一个大哥让我不露脸吧，我也在这儿，让我也不露脸啊，我也可以，我可以加班。我可以加班半天，何止2个小时，我就在旁边坐着吃东西，哎，就这样子。大哥算塞太多了，没法跳。这大哥有趣，这大哥有趣，真有趣，真有趣啊。走，我们去个找孟恩合作了，我们找孟恩合作了，家们。我们找孟恩合作了，真的呀？我来啦！他来了，我刚刚看你直播间人多，我都没连你。那你为什么不连我呢？因为人多的时候，你应该去表演才艺啊，不是连 PK 啊。不啊，人多的时候就该我们俩这表演这种性质的话，会让大家。你这个眼影今天咋这色儿呢？你闭上眼睛，紫色儿。哎我的妈，亮晶晶。昨天也是这个色儿。昨天也是这个色，昨天我真看不出来是这个色，今天看怎么这个色，怎么了，人家就是美，是好看好看好看，你最美你最美，别说了别说了，你是要打我吗？是过来打我的吗？我是过来找你合作的。不唱如愿啊。如愿如愿如愿啥如愿，你打个折，一个抖音一号来，那我就打你。这么好的关系了就别打我了，这不是你输了你就唱如愿，你要是赢 了你就说，你说你干嘛，行，反正我们家没条件，我绝对输，来吧耶、yeah! 那不我说干嘛，你快说，你输了你干嘛，你输了你就给我跳个小那个跳个那个那个什么儿歌的儿歌那个舞，儿歌什么舞来着，儿歌什么 right Go go go， 大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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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啊对，就那个兔子舞，哎，这个都行吧，简单吧，就这句吧，好吧，那就这样吧，闭麦了，好，阿西也可以出镜，有没有50个花子？没有，我们家没有。欢迎小英雄，欢迎大家家们，今天我们能不能让孟恩唱如愿？我们今天能不能让孟恩唱如愿？本来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合作曲如愿，他唱如愿我跳如愿，我们加油，谢谢999哥，感谢999哥的爱，我期待你不赢，为什么期待我不赢，你赢了你们还可以看又唱又跳，感谢999哥，谢谢加团，感谢加团。想看兔子舞，哎，不要这样子，我回去可以跳嘛。你们怎么这样子呢？你们是我的家人，怎么能期待我不赢呢？你们这是不是是假的我的家人吧？你们是不是假的家人？我们努力拿下对方，对，我们努力，加油加油加油，取得胜利，加油加油，冠军就在前方，一直奔跑奔跑奔跑，我们把福袋不敢发了，1、2、3、4，我们晚上留着发福袋啊家们，因为每天只能发10个福袋，我们要留着福袋晚上发，晚上还要发福袋。
下它。对，咱们有棒棒糖的，有小星星，有花小花小草的，咱们都走一走。有小花小草，咱们都走一走。我感觉我今天这个丸子头也没绑对，绑的是歪的，你们看出来了吗？来，没有把粉丝灯牌亮的家们，亮亮粉丝灯牌，来看水滴版啦，欢迎欢迎，欢迎你来看水滴版。我们还有一分钟，哎呀，他们家来了。他们家有个52级的，会不会偷我塔呀？正在参与，没事儿，两个都是我关注的，水泥版，我是水泥版。就是那种敲都敲不烂的那种。谢谢大家的小礼物，欢迎卡拉波 OK， 欢迎用户。我们还有17秒，我们可不可以赢啊？还有5秒啦，我们通过他吧。粉哥就是真的想干如愿，谢谢粉哥，谢谢999哥，谢谢名字，谢谢后面的朋友们，铁铁们，刘刘，谢谢汪洋，谢谢小黑粉，谢谢 TJ， 谢谢犀利，谢谢云南，谢谢刚刚，谢谢大家，终于拿下蒙恩了，耶、yeah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瞧瞧，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赢了，我们输了，对，我们输了。你们，我要去找粉哥要螺蛳粉吃了。喂，我给你粉哥，我螺蛳粉吃完了，我还想吃，快再给我寄两箱。粉哥就是想看我俩的如愿。哎呀，他还给我送了个抖音一号啊！真的，真的。哥，你给我刷啥抖音号？你给我寄两箱螺蛳粉就可以了，哥。哎呀，谢粉哥抖音号。嗯，来吧。谢粉哥的抖音号。为了这个抖音号，怎么说呢？咱们就拼尽全力，就把这个如愿唱的，就是几乎达到100分，好吧？好吧，可以吧。咱们准备一下。等一下啊，我把头发捋一捋啊。你捋一捋。我喝口水，我吊吊嗓子。啊啊！咦，哈哈哈哈。我不行了、哎、我发现你今天也不对啊，你今天化妆了。哎，咋不对啊？那么漂亮呀，你把嘴给我捋直了，舌头漂亮呀。哎，你挨啥呢？我一定要把这个漂亮啊漂给说清楚，漂亮呀。漂亮，你看你今天专门为了你，哎，看你今天为了如愿专门化了个妆，非常不错，说明今天这个如愿是你必唱的，老天爷都说。那我是不是为了这个如愿，我是不是可以去趟洗手间？啊，你要干嘛呢你？算了，不去了，憋着吧。我的天哪，啊、那唱吧。啊，等一下，我给你比 OK 啊，你等一下。嗯。可以了是吧？好，
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朝拂的梦。真与不真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眷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缘，愿不忘了，愿永忘了，这生生每一天。不是，主要是我怕我面部狰狞影响大家看舞蹈，我就把摄像头转过去了。不是我卡了，我刚刚是卡了一下。你说你为啥把自己给挡住了呀？没挡，我切了一下摄像头。你为啥要切摄像头啊？你露点多好的。为啥呀？我这首歌唱完我报废，我要下播了，我嗓子报废了。啊，你是哪一？好疼啊！唱完就特别疼。真的啊？啊，那早知道不让你唱多遍了。没事没事没事，不是，我刚刚要找你，找你的时候我看人太多，我就没找。我再找你五百多人的时候，那个你在 PK， 然后 我一直在想找你，结果你一直在 PK， 你在 PK， 是吧是吧？这个歌叫《如愿》啊，这首歌没有跳好，下次不是没有唱好，没有唱好，下次唱。不是我，你说下次再来一遍吧，我觉得这今天不好，你觉得呢？你是说哪不好？嗯，不好，反正说不上来，我唱的也不好。好，那下次再来一遍。下次再来一遍。好。
没问题。嗯，再来一遍。这个歌不好跳。下次我们再来，我来再编排一下，给你再编排一下。好，行。没有，好，可以。好的，没问题。安心，那我走了。好，那我们走了啊，拜拜。你真的下播了？我真下播了，我嗓子受不了了。好，可以，好，行，拜拜。行，拜拜，明天见啊。好，拜拜。emo 了没有。没有，下次再来一遍，下次咱们再来一遍。他不没有 emo， 没有 emo， 尿憋的，他想上厕所吗？他想上厕所吗？真的假的？我错过了，你错过什么了？阿西喝点水，好，我再喝水。Come on。怎么亲不上？那个南北哥，是因为不是说你亲不上，是因为我是相机亲不着。你送了两个相机吗？啊，你送了两个亲亲吗？你说了七次一遍，那就是七遍。七次一遍什么意思？草率。你可以送个其他的礼物。阿西还你两个。其他特效没问题，你可以送其他的。谢谢99哥。99哥，你这亲不到，马上第五口了。那你再亲20口就可能亲上了。眼镜也不行，你再亲一下，再亲一次，是亲不上，你不信再亲一下嘛，再亲一下，成都人不骗成都人。好，那不骗你呢。哎呀，那我还你嘛，给你比个心，比心。阿西太坏了，试验一下，99哥也试验。你说二货，我不说二货，我不说，比心哦。比心哟、哦，你看在我的比心上面，你就那个啥好吧，你就那个啥好吧。欢迎孤鹰哥，欢迎你们。来，家人们，你还有什么想看的吗？孟恩娜，你看着你的哦，南北哥你好，我跟孟恩都认识好久了，你看那么美，再看成都的，哇，那就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就叛变了。好嘞，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啊，你就是我们家人了。成都人要跟成都人走啊，来，我们再跳个啥呢？我看一下，给你们跳个傣族舞怎么样？我们跳个傣族舞好不好？你慧姐开播了。哪个慧姐啊？我们跳个傣族怎么样？谢谢孤鹰哥，感谢孤鹰哥的刺猬兔兔，谢谢孤鹰哥，给你们跳个傣族吧，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吗？醉呀、啊，咱们先跳个傣族怎么样？昨天有家人们说想看那个傣族的，在上海走错方向了。那我们跳个傣族了。好吧，你们等我一下，我们换个衣服，跳个傣族舞，可以不？你们觉得怎么样？昨天就有家人说想看我跳傣族舞，但昨天我没有跳，
因为昨天是穿的那个古典舞的衣服，晚上也是古典舞，所以说逮住我可以看敦煌，晚上看好吗？你们晚上看敦煌，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先去换一下衣服，你们等我稍等片刻。九九哥还有孤鹰哥，南北哥，你们都稍等一下，不要离开哦，还有家人们不要离开哦，等我一下，给你们发个红包啊，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等我，给你们发个红包。晚上7点半，每天晚上七点半。一首《彩云之南》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夏天哥，谢咕噜哥，谢孤鹰哥，谢南北哥，谢大家，希望你们喜欢，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彩云之南》送给大家。哇，谢谢，还有谢谢这个浅十一盒子哥，谢谢你，谢谢你。哎，十一盒子哥，我知道那个燕十一，我知道他，他唱歌可好听了。我知道他，他唱歌可好听了，因为我刷到过他视频，比杨老师跳得好看。哎呀，
九九九哥，哎呀，别！哦，这是验十一吗？这是验十一吗？哎，真的是他哎！小姐姐，我点你关注了，咱们可以互关一下。谢谢十一，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可以下次可以连麦合作一跳舞。你跳的太好看了，没有，你唱的好听。美女，我看鸡巴瘦还有肌肉，对，我有肌肉，我虽然瘦但是我有肌肉，我手臂上有肌肉。我们下次你下次咱们下次可以连麦，然后一起跳舞。你唱歌我跳舞，我来了，你来了。学了几年呀，女神？我从小学跳舞的，我从小来一波商业互捧，不是商业互捧，真的，她唱歌好听。就是你知道，我有个朋友也是喜欢听唱歌，因为是先是我朋友告诉我是燕十一。是他，然后说哇，他说他睡觉的时候都把那个燕十一的那个歌曲听着睡觉，然后我去听了一下，他确实真的很好听，就是他是那种没有声卡都能唱得非常好听的那种，就这种绝配。一般说朋友都是姐，不是，真的。怎么是朋友是自己？谢谢大家关注，家人们，我们差不多还有十五分钟就要下播了。他唱的好听，你跳的好听，不，我跳的好听是什么鬼？我跳的好看，我跳的是好看，不是好听。我们晚，谢谢零零七关注，感谢关注，谢谢关注。我们没有点关注，家人们点点关注啊，因为我们晚上七点半，就是你们先看我这个是风格，晚上是不一样的风格，大家可以晚上来看一看，我们可以晚上来看一看，好吗？如果大家晚上有时间的话，可以晚上来看看古典舞，就是每天下午就是这种现当代舞的风格，晚上是不一样的风格。他唱的好看，你跳的好听。好，他唱的好看，我跳的好听，是。那你们还想看吗？咱们还有一会儿时间，你们还想看跳舞吗？晚上有敦煌，我听到了。哎呀，你怎么听到了？我本来想给大家一点悬念的，你听到了？你怎么能听到了？嘘，不要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来看。让他们自己来看。那我们再跳一个，还想看吗？你们还想看吗？家人们还想看舞蹈吗？你们有什么想看的可以告诉我哟，榜上的哥哥姐姐们。你们有什么想看的，还有我们家的铁铁们，你们有什么想看的快告诉我。哪天请嘉宾别忘记我。哦，请嘉宾，好，可以，没问题。我以为你让我跳个嘉宾呢，累了吧？还好，反正我们晚上等会儿我下播之后就赶着要弄背景，晚上的背景还有晚上的头发型，等会儿我下播就要弄。罚你等一下晚上唱两首，好，可以。剧透的拉小黑屋吧，嗯，对，我们把十一拉到小黑屋去，把他关起，把他关起，不准他出来了，水泥柱子，我表演碎大石，好，你表演碎大石，可以，没问题。哎，正好我会魔术，就是咱们等会儿这样子，咱们等会儿给你变个魔术，想不想看，家人们？想看的扣一，我有个特别大的魔术，特别特别大的魔术，想看的扣一。但是可能就是要晚一点表演，但是如果你们在的话就可以看到，你们不在的话就看不到。罚十一今天晚上唱两首，哎，可以，哎，今天晚上十一播是吧？那今天晚上可以连麦，水泥板直接贴不让他看。好，但是我们这个魔术要等，可能要等一会儿表演，要最后下播之前表演。因为表演了就下播了，咱们表演了就直接给大家说再见了。表演大变活人，等会儿给你们表演一个特别大的魔术，就是可能是刘谦都表演不了的魔术，我跟你们说，就是刘谦都表演不了的魔术，咱们要等一会儿看。我们现在可以，你们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可以告诉我。我差点又剧透了，你剧透啥呀？你剧透，
你又知道我要变什么魔术了。你又知道我要变什么魔术了。等我等会儿告诉你们特别大型的魔术，就是比牛谦表演的魔术还牛，瞬间，哎呀，哎呀，你们好烦哦，你们讨厌，为什么要说嘛？哎呀，我没说出来，别怕，说出来了，007说出来了，007说出来了，11最厉害，讨厌，你们怎么那么讨厌？真的是，讨厌。那我们再跳一首吧，咱们再跳一首歌曲好不好？咱们跳一首这个歪萨罗好不好？我们跳一首歪萨罗，咱们跳一首歪萨罗送给你们。歪萨罗，那你们想看歪萨罗还是想看月亮？你们选择一下，把007关起来。对，007应该关起来。歪萨罗和那个月亮，你们想看哪一个？歪萨罗和月亮，你们想看哪一个？什么拜拜？你拜拜去哪儿？诺伊花园，你拜拜去哪儿？歪萨罗和月亮，你们想看哪个？公屏走一走。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不，只能选择一个，只能选择一个，怎么能两个都选择？喝口水吧，我喝了。是月亮吗？是月亮吗？是魏萨罗吗？我先变魔术，你不要变魔术。别说，我们今天晚上做什么？做，他要变魔术。地铁上有没有？我还没下播，我还再跳一个，再跳一个。再跳一个，哎，都不选择吗？你们都不选择吗？歪萨罗和月亮，你们想看哪个？歪萨罗和月亮，你把枪搜一搜，有没有块月亮？确定是月亮？好，那我们跳月亮了。好，那就月亮，来一首月亮送给大家，这应该算是最后一首舞蹈了。这应该算是最后一首舞蹈了，大家敬请欣赏。跳竹林深处没听过，哎，我下次跳好不好？咱们下次跳。
界风儿飘动，我来自远方的亲人，你可曾想起大家阿妹，如今我独自坐在小竹楼夜，日日夜夜把你牵挂。这个灯一点都不受我控制，这已经倒了好多次了，真的。来，我们表演个魔术啊，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表演个特别大型的魔术，真的是魔术，不是你们说的那个，真的不是你们说的那个。
真的，回来看魔术。家人们，大家注意好啊，接下来的魔术我给大家，哦，放个刘谦老师的那个，咱们这个特别大型的魔术只能留给我们真爱看，刘谦老师的魔术啊，只能给我们刘谦老师，只能给我们就是真爱看，一般的人都看不了。有请刘谦。陀，哎，等一下，我们没有串通过，我们也没有见过面，我没有吃过任何的排练，对吧？等一下啊，等一下，等一下，对吧？好，非常好，好来了啊，来了。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啊！现在，大家好，我是刘谦的徒弟亚谦。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表演一个非常 magical 的魔术。那么这是一个，大家一定不要眨眼啊，一定不要眨眼睛，一定不要眨眼睛，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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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一哥，欢迎一哥，非常非常精彩的魔术，就是大家只能在我这里看到，可能其他地方看不到的魔术。这个呢，这个魔术呢，可能这个就是刘谦老师都表演不了，但是刘谦老师把这个魔术呢继承给我，哎，继承给我了，就是我给大家表演。那么接下来的家在线家人们呢，才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魔术。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哈，这双手没有东西，对不对？这双手是不是没有东西？是不是双手没有东西？来，是不是没有？是不是没有？是不是没有？哎，你们要告，你们要跟我说话呀！你们要跟我说话，你们要跟我说话，来，你们要跟我说话。是不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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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我们吹口气啊，来，咱们吹口气啊。那么接下来，这双手会变一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你们一定不要眨眼睛，一定不要眨眼睛，见证奇迹的时刻。见证奇迹的时刻，三、